规格美国和日本用电是110伏，而中国电压却是220伏，有何区别？电的发现加快了社会发展的脚步，是简史中重要的一步。电的运用与咱们的日子息息相关，日子中的许多用品都需要电来保持。可是你们了解电的运用规范吗？众所周知，咱们中国的居民日子电压都是220伏。为什么中国电压运用规范是220伏呢？最初美国普遍使用的电压是110伏，在居民家庭和企业中普遍使用。而欧洲的一些国家认为110伏的电压并不是很好，因为110伏电压会造成更多的损耗，而且有一些电器并不是用110伏电压。欧洲国家通过实验证明220伏电压最为实用，所以把220伏电压作为自己国内用电电压标准。苏联采用的用电电压标准同样也是220伏。后来中国学习苏联，采用苏联的用电标准，所以中国的用电电压就是220伏了。以前中国内的租界比较多，因此并没有统一用电标准，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落后，经济生产力各方面都比较差劲，用电设备上并没有投入过多的资金，并不能支持110伏用电电压。相对而言，使用220电压能够减少用电设备上的成本。而有些人认为日本和美国使用的110伏用电标准是先进的、可靠的，而中国使用的220伏用电电压存在许多安全隐患，在技术方面也不达标。后来证明这些言论是十分荒谬的，虽然以前是中国在技术方面有一些缺陷，而现在没有这些问题，但是中国使用的居民和企业用电标准仍然是220伏。当然也存在一些其他的电压，比如380伏是一些动力系统使用的用电标准，较高的还有660伏的。另外高压也有1万伏以上的，低压像安全电压大多都没有超过100伏的。有的小伙伴买的是国外的原装电器，并不是用220伏电压，所以家里的电压并不能运用该电器。不要怕，教你一个简略的办法，你只需要在网上买一个变压器就行了，并不需要网上那些费事的过程。假如你是一个物理学霸，你必定知道电流的巨细是决定电是否安全的要害，一般的安全电流不会超越6毫安，通常情况下比较安全的电压是36伏以下，超越这个界限就会对人的生命造成威胁。所以说那些说110伏比220伏安全的人就是以50步笑百步，只要是超越36伏的电压都不安全。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呢？觉得我们国家的220伏用电合理，还是日本美国的110伏用电合理呢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转发分享，谢谢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